各位观众朋友，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。中国国民党家己广东部今日举办119周年党庆，特别邀请绿草社区舞蹈团体带来精彩表演，为活动增添不少闹热的气氛。会中特别颁发中央委员聘书，表扬职优干部，甲晋宁资深党员代表殷祖忠，感谢大家对党部工作的协助。中国国民党嘉义县党部25号举办119周年党庆，特别邀请绿草社区舞蹈团体带来精彩表演，为活动增加不少闹热的气氛。在会中嘛，特别颁发中央委员的聘书，表扬职优的义务干部和晋宁资深党员代表殷祖忠，来感谢大家对着党务工作的协助。嘉义县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地方啊。我特别希望我们全党的同志啊，大概在嘉义县啊，要像我们吴伯公吴荣誉主席讲的啊，修归了志气，莫散了团结，大家一定要互相勉励，让我们国民党有机会啊，在嘉义县啊，能够重新啊，能够站起来。今天好。除了要庆祝咱中国国民党119周年的这个党庆之外，哈。来哦，这个召集主要另外就是讲要来哈、哦，这个颁发哈，阮、哦、这个主要党员干部啦哈、哦，啊，和大家伫遮吼共聚一堂哈、哦，啊，大家会当哈，啊，这个密切诶，这个意见交流互动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达成一个哈。哦啊，这个共识吼，凝聚向心力，那才能团结一致。透过党庆活动，希望会当凝聚基层党员的向心力。国民党嘉义县党部是特别划出立饼立地变蓝天的目标，希望每年都会选举会当有好成绩。基层党员更希望中央会当加速协调的脚步，倾听基层的声音，推选出上届优秀的人才，代表国民党来挑战县长的宝座。如果中央有人才愿意回来啊，我们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啊。那希望啊，因为嘉义县有18个乡镇，我们希望如果要回来的经营的人要早一点，否则啊，你选举完了，他18个乡镇还没有跑完呢、啊，这是不好。所以我们是希望啊，最好是由在地来产生啊，这样子他马上可以进入状况，也了解我们所有地方民众的需要。陈礼珍陈主委是非常适合的人选啊。但是他跟我表示过，他没有这个意愿了。他是说服务的管道很多，不一定要从政。他也在公职上啦、啊，其他教职上啦、啊，他都可以服务。国民党嘉义县党部来自18乡镇市，大约300位的干部同志聚集做会，透过党庆活动互相来进行意见交流，凝聚团结向心力，整个大会气氛温馨又个热闹。最新新闻，张国明、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